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课堂。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定式在实战中的应用。好，下面我们来看棋盘。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这个一间高加的变化。那么白棋拖断，这也是一种在高手的实战里面经常使用的手段，也是很有利的。那么我们前面讲过，黑的如果退这个的话，白棋飞压，黑棋挺头，这样白棋就得到了可观的实地。黑棋是很厚，但是黑的这个后势，需要靠旁边的子力的配合来发挥。如果在黑棋没有什么棋子，没有很好的配合的情况下，选择这个定式，那么付出的实力的代价就太大了。所以呢，黑棋，我们经常在实战中会看到黑棋会选择另外一种下法。白的断的时候呢，黑棋挖打之后长。好，上一期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白棋吃了之后，黑棋争吃。白棋有直接贴出来和拐打两种下法，这个呢，怎么样选择要分场合。那么白棋贴出来的话，黑棋现在挡是一个好时机啊，黑棋现在挡时机比较好。黑的如果先挡，白棋提，黑棋再争吃，那么白棋就不会再往这儿贴，再往这儿贴就是个俗手。很明显，这个贴跟黑棋长交换，本来这边有可能引争，把这个子跑掉了，白棋把那个变化失去了，往这儿贴一下啊。如果黑棋先挡再争呢，白棋可能会直接在这边动手，因为这个贴基本上将来成为先手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所以当然这个先挡再打的变化也是有的，但是呢应该说只是一种场合的下法。比较好的次序呢还是先打吃，如果在不是特别怕白棋拐打的情况下黑棋先争吃，等白棋贴的时候再打，这样等于逼的白棋不得不下一个俗手，黑的在场，白棋拦下来，黑棋这边呢得到了很厚的外势，但是这个子呢稍微要吃点苦头，黑棋往外靠。我们说到白棋搬完如果粘上的话，被黑棋一拐，这个白棋不太好，不敢挖断，只好活脚被黑的一虎，这个黑的非常厚。上一期我们讲过这个变化，那么贴出来是比较好的选择，黑的断呢是比较稳健，拐一下或者单拐吃，这都可以考虑。白棋在扳头，这一扳头很有力，黑棋需要补一手。这也是一种下法，这个下法的得失呢，就要看黑的这个后势和白棋这边这个外势究竟是他谁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黑棋除了断之外呢，也有搬出来的下法。黑棋如果刚才觉得被白棋封在里面不肯，也有搬出来的下法。白的退，这样黑棋就这么连上，白棋冲出来的话呢，黑棋往外冲是先手，之后呢，这个是必须抢占的要点。黑棋抢占这个的话呢，黑棋就快活了，而白棋呢还没有两个眼。如果这一点被白棋占了的话，这个是双方的根据地，事关双方的眼位，这一点非常大。被白棋占了，黑棋整个都是孤棋。所以黑棋出头之后抢这个，这也是一种变化啊。具体哪一个好呢？这个要看周围的配合了。
那么黑的粘的时候，白棋如果抢这个要点的话，黑的可以把白棋给拐进去。白的没有出这个头，那对黑棋威胁也不是很大，黑棋没有多少压力。搬这也是一种变化。那么在很多场合，这个搬出来还是比较有利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基本图，黑的也可以考虑再压，看情况。那么飞点到这儿的时候，白棋整块还没有活，这是白棋比较难过的地方啊。那么白棋如果对这个图就是觉得不太满意，或者有的场合不太适合的话呢，白棋在这里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想。在黑的往外靠的时候呢，在黑棋往外靠的时候呢，白棋还可以考虑分段黑棋。分段的话两种段法，一种是顶段，一种是扳段。我们先来看扳段怎么样。扳完当然要长。这样打了冲出来呢，虽然看起来很像是一种步调，但是被黑棋吃掉的话，白棋显然不行。白的单关冲出来什么都没得到，下边损失很大啊，所以白棋必须长。那么黑棋压，这里要扳头，白的如果再长，黑棋拐打，先把白棋的眼打掉，之后再跳啊，这个应该说白棋是苦战。这里虽然能跳出来，但是呢，黑的压过来的时候，这边有断点，这边呢毕竟也是存在断点，白棋被跳在这儿没有眼，非常危险。这样作战呢，白棋很辛苦，是这个杀不过，应该说白棋不太行。那么这先手打吃一下是要点，白棋如果是贴在这儿。黑的长，那白棋对自己的眼位有很大的好处，白棋再长这样好多。当然也不能就说白棋下成这个图就好，其实实质上黑棋也不差但是呢，我们来看黑棋除了在脚上硬之外它还有可能在外头扳长那白棋爬的话，黑棋先在这弯一下，这白棋只有不停地爬二路。那么爬那么多二路，即使黑棋弃子，白的也有问题了。爬那么多二路，脚上呢，即使黑棋弃掉，黑棋外围也很厚，白的恐怕吃了也不见得便宜，所以这个贴还未必能贴得到。那看来这个扳段呢，有点勉强。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黑棋如果压完再打，两个都走到，那就黑棋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压先打的话，白棋这个次序需要掌握一下。先打的话，白棋不会粘，而是会拐打在这儿，这是棋形。黑的提一个子没有什么意义，被白棋冲出来，反倒黑的被包在里边了先打就存在这样的。这种变化有这个可能性，如果长，那白棋冲出来之后再接上这个混战呢，黑棋也没有把握，脚上被一飞呢死掉了，这边呢飞下来的话，白棋有这种拖的顽强抵抗的手段，黑棋很难说有什么胜算。所以这个星期的先后次序也是需要掌握好的。那么扳段可能有点勉强，那么我们来看顶段。顶段黑的如果想在脚上做活的话，一个要点是力，另外一个要点是长。我们先来看长，白棋这个扳头非常舒服，这一扳黑棋不得不走为鱼形。那么实际上如果走成这样的话，白棋就比较轻松了，简单的并一个，把这个断点补上就可以了。
下一步黑棋如果粘的话呢，白棋虎在这儿，白的已经活了啊，白的已经活了，黑棋挡就白棋就老老实实立都行啊。当然搬在这儿呢，黑棋杀脚上气也不够，黑的还活不了，所以这个黑的不好。黑棋如果粘这个要点，那外边被冲出来，白棋就一通冲出来，黑棋这一块也是固棋，这个战斗呢白棋不怕。那么立在这儿也大同小异，白棋还是搬到这个要点之后补棋啊，黑棋在脚上补的话呢，白棋冲出来，这个黑棋也没有把握，而且黑棋脚上一手呢还不能补得很舒服，所以被白棋断到这儿的时候，黑棋要再想活脚，就这个二字头被一扳，这个黑的就比较被动。那么黑棋比较好的下法呢是外扳，白棋吃脚的话呢，黑的就让他吃，立是先手，这一长一拐要把白棋吃掉，白的得提，黑棋把外边封住。这样也是一种定势，这个的话白棋得到可观的实地，但是黑棋把外边封得非常厚，这个外势的价值也是不可小看的，所以白棋顶断的话，黑棋有这样弃子的手法，弃掉脚上的那白棋如果搬二路呢也没有关系，黑棋就跟着长，白的再爬的时候被黑棋立一下这个白的也很不舒服，这一立黑棋的气变长了，白的可能还要再接着爬，这样白棋二路越爬越多，亏损越来越大，搬一下再吃回去呢，黑棋就拐住，这个呢当然白棋这里留了一条缝可以钻出来，但是呢在脚上的黑棋也留下一些味道，脚上黑棋也留下一些这种将来有可能可以借用的地方。白的局部呢是可以杀掉黑棋，但是这个打拔有先手的味道，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将来黑棋打拔，局部走成这样的时候白棋打完一半，黑棋一路打吃之后再一立，脚上有个结，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白棋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白棋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这个单吃回去还是搬一下再吃回去各有利弊，搬一下再吃回去的话边上受损，但是这个地方呢有出头的可能性将来有飞点这种往中间可以出来，那么搬的时候黑棋还有一种变化就是粘在这里，强调把中间封得比较完整，白棋如果打吃的话黑棋再搬这个黑棋也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白的如果挺出来的话黑棋可以立到这一下，之后呢脚上打吃再一立，这个白棋这块气也非常的紧团的话黑棋脚上已经可以活了，这个这样这边还有跳让白棋去爬二路，这个白棋也很头疼，所以本手呢是吃回去，这样黑棋再扳住，那么这个打拔的价值就变大了，因为接在这儿再打拔起来中间就好多，那白棋可能需要粘一手，黑棋根据情况再拐住或者是虎在这里这也是黑棋一种选择，如果在中府价值比较大的时候呢粘在这儿，这是也是很好的一手棋，那么这个大致就是白棋顶断了之后的变化不管怎么变呢大致是一个
黑棋得外势，白棋得角地这样一种结果。好的，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移尖高加之后，白棋跳出、飞出和脱断啊这一些相关的变化。我们下面呢，通过实战的例子，来看看这个职业棋手在实战当中是怎么样来运用这个定式的。这盘棋黑棋是姜维杰九段，白棋是于斌九段。一间高加，这时候呢黑棋是先断，并没有马上跟着动，先断。白棋如果压住的话，黑棋可能会爆吃，这样黑棋这个吃的非常厚，白棋在这边的发展也受到限制。白棋是长，黑的长，白棋拆，先占大场。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被对方一间高加的时候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定式，脱先也是一种完全可以的一种选择。这局部白棋如果压住，那么黑棋还是有活动空间的。黑棋往角上一长，之后呢往外一拖，白的如果扳住的话呢，黑棋就粘上之后，也可以在脚上活得很舒服。白的挖接的话，黑的也可以根据情况粘上或者长出来，所以脱先也是一种值得考虑的下法。那么实战白棋也并没有在这里马上走，是挂角，黑的跳，白棋拆，之后呢黑棋挂。好，黑棋跨到一下之后再跳出来，再反夹黑棋判断这个子可能对作战会有所帮助。比方说白棋往下跳的时候黑棋这个有个子再压几下再封进去作战起来会有可能更有利一些。那白棋选择的呢是简明的往上跳，黑的拖过，白棋长，黑棋粘住，白的冲。这时候黑棋如果挖呢就很危险了，因为白棋这边有好几个子，这白棋就很有反击的可能性。我们说局部黑棋是不怕的拐出来，但是现在白棋这边多了个子，这个威力很大。有在长在这或者扳在这的时候，把黑棋就一步封进去了所以这时候黑棋就要小心一点，不能随便被定式了有可能被白棋反击。那么黑棋的下法呢是长，简单长一下之后呢跳在这儿，一方面扩张自己，另外一方面呢把白棋这个后势的作用给限制住这样是一个实战例。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几个要点。一是白棋一间高加的时候，黑棋在其他地方有比较价值比较大的大场的情况下呢，黑棋即使脱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脱先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个要点呢，就是下到这儿的时候，白棋一旦这边有子接应，那么黑棋这个挖就要小心了，白棋有断打在这里的可能性那么这是一盘这个两位九段高手之间的一个实战例。好，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盘棋。那么这盘棋呢是两位年轻棋手，黑棋是唐伟新，
白棋呢是童梦辰。先挂一下，之后呢，再虎，拆，白的挂角，黑棋呢一间高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黑棋一间高加之后，白棋是怎么应对的？白棋呢也没有马上在这边选择这。跳或者飞或者拖这几种下法，而是先在这儿分头，先分在这儿。黑棋这时候如果压住呢，白棋有可能拆二，也有可能在这边动出，白棋很可能会现在在这边动出。这样的话，黑的如果挖粘，白棋再接住，白棋同样。可以活得比较舒服，而这个分头的点呢，也还恰到好处。黑的如果逼这边，白棋拆这儿很安定，离黑棋的后势也还比较远。黑的如果逼这边呢，白棋再挂过来，黑的在角上硬的话呢，白棋靠压，把黑棋的后势的威力也给限制住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我们讲过的种种定式啊，白棋呢脱先，也是在很多场合下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么黑棋逼住，实战黑棋是逼住，白棋拆二，先在这边把黑棋打散，走出一块来，而且呢得到了先手。之后呢，白棋再。拖断，好，白棋现在在拖断，我们这时候看一下，黑棋如果选择这个退，那现在是不太恰当的，因为现在退的话呢，被白的飞压，黑的只能长，白棋挡下来，如果再下沉，再下沉。我们讲过的这个定式的话呢，那黑棋这个整个下法就可以说是典型的死背定式了。首先，白棋这个得到可观的实地，并且呢，黑棋这个子位置很不恰当啊，是一个孤棋，被白棋两面夹攻了。那么再来看黑棋这个后势呢，发挥不出多少的作用啊，它仅仅是跟这个黑子有配合，在这里围控啊，想要在这围控呢。围的肯定相当有限，白棋这两个子呢也很安定，黑棋攻不到白棋这两个子，所以黑棋的后势发挥不了多少作用。白棋这个不仅得到可观的实地，而且还加攻了黑棋这个子。综合看起来，黑棋这个选择是非常失败的，所以一定不能这样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黑棋实战的下法，黑棋选择的是挖打，再长，白棋吃掉，这时候我们说过定式是直接针吃，等白棋贴出来的时候，黑棋再挡下去，再长，这样呢，黑棋逼白棋走了一个俗手。因为没有这手交换的话，白棋将来在这一带引针，这边要下来，这边还有可能跑出来，所以这是普通定式的下法。但是呢，黑棋实战并没有这样下，他也选择了变化。黑棋实战是直接挡下来，再针吃啊，他就给白棋留个引针的可能性。黑的为什么这样选择呢？他主要是怕吃这儿的时候被白的一拐吃。白棋拐吃完再贴，黑棋需要在这边硬，但是黑棋比较讨厌白棋把这个头飞出来，白棋甚至可以考虑在这先交换一下，
再把这个黑出来。黑棋不满的地方呢，在于白棋飞出来了之后，黑的这个子的位置就很差了。这个子就是说是一个当初的交换啊，现在变成一个方向的错误。因为白棋本身要在这边做空的价值并不大，黑棋往那儿去破对方一个价值不大的空，本身是一个方向的错误。黑的可以往上边压一压，往旁边限制一下，让白棋围一点小空就算了。这个挂进去呢，如果再去安定，再去走是后手，不走的话被白棋一跳，这个子又变孤棋了。这个是黑棋不太满意的地方。所以呢，黑棋实战，实战单挡下来，强调这边的歪势跟这个子有配合，那么这样在争吃的话呢，这里黑棋能得到一定的实地啊，主要是为了注重这个子的效率。那黑棋这个次序这样下呢，白棋当然就没必要贴这个啊，白棋可以保留以后引争的手段。但是在这边呢，黑棋有这个子帮忙，白棋如果走这一类的棋呢，恐怕也未必占得到便宜。而实战白棋也根据情况下出了一个可以说是灵活应变的一手，白的靠在这儿，这下法也很有意思。黑棋搬在底下呢，可以认为是一种屈服，一种退让，黑的也很强硬，搬白的把它断。黑棋呢打吃再挡双方在这儿展开一场激战，这个也是，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定式的下法，但是因为黑棋旁边已经有子在接应，这个情况不同了，那双方这个战争也很激烈，很精彩。那么黑棋现在如果是长被白的爬的时候，黑的比较难过，接呢松了气，脚上收气有问题。虎的话呢，白棋上边这个打成为先手上边这个打成为先手的话，外边黑的就已经麻烦了白的这一打的时候，两边要吃，已经把黑棋给提起来，白棋狠一点还可以这么走再断打这个更厉害一些。所以退的时候退这个棋形不好，外边给白棋留下太多的借用，所以呢黑棋是粘上。白的如果长的话，黑棋立下这个立下是一个眼形的要点，黑棋气长了，下一步还要挤白棋。那么白棋这时候是也下得很巧妙，搬在这儿直接打吃呢是后手，被黑棋搬死了。那白棋先搬一下，黑的跳在这儿，白棋再打吃这紧住气就是先手，黑棋得粘一手，白的呢挺出来，黑的一并下成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这也是双方可以说双方随机应变走出来的一个实战例。这个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呢，这边的对杀并不是重点，对杀呢只是一个精彩的一种变化，摆给大家看一下。重点呢是看这个地方，黑棋为什么要选择先挡再打吃这个变化那么从这个当中呢，也可以体会到这个黑棋对于棋子效率的这种追求。那么好的这一期课堂呢就为大家讲解到这，相信大家通过这两个实战例呢能够体会这个在实战当中的一些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定式。好，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